Hello， 又是我們啊。今天呢輪到這個 Lavanna 了，終於 Lavanna 先前呢都不是成日的了，她成日都斷貨嘛，先前又是很多支精華啦，跟住有某些洗面啦，又在斷貨啦，如果不是呢就應該會在八月份呢跟先前的優惠呢是一起推出的應該，但是呢她就沒有曬貨嘛，那沒得推出啦，而我們剛剛呢就翻貨啦，所以呢關於 Lavanna 的優惠呢我們就會在九月推出咯。同埋咧，今次我哋翻咗咧好多呢啲 mini 仔啊，呢啲 mini size 嘅，咁就可以摆喺个 set 度，咁就俾大家试啦。系啦，咁啊，旅行装咁样咯，其实都有几多 mil 啊？呢个都有50 mil 噶，咁其实都 OK 噶。咁啊，大家可以因应唔同嘅 set 就有唔同嘅 BB 啦，呢啲。好啦，今次咧嚟，佢就走去整咗4套装嘅。其实咧。不嬲 Lavanna 的精華咧，我哋都其實賣得實在很誇張嘅，即係啲人咧回購又即係好係咁回購啦。同埋因為用得很快，一個月到就應該用完一次噶啦，基本上。哦，咁都係嘅，因為佢嘅質地咧就每一款都很容易吸收嘅，咁所以咧不知不覺地咧就會可能很大貪地用得比較多嘅用量，咁同埋即係係啦，用後感超舒服啦，咁應該可能逐個講啦，咁而比較少。可能除了聖誕節之外啦，真的比較少這樣做 set 法，因為它本身已經都挺抵用的，是的，是的，那今次就是順應我們說先前三周年優惠呢就漏了它，那就補回給大家啦，還有有些小小的回了呢，那就可以加落一些 set 度，可以送給大家，可以用來試用它的即某些產品啦，有些是沐浴的，有些是潔面的，這樣咯。那好了，開始吧，不如第一 set，系啦，第一 set 咧，佢改咧就系话货成熟机使用 NTH 嘅，咁里边咧其实我哋每一 set 咧都有4product 嘅，咁而呢一 set 嚟计咧就正啦，应该好多人啱用，因为通常买亲咧都系孖住买噶啦啲精华，系啦，咁就系佢嗰个日夜嗰个抗氧化嗰个两个精华啦。Day Night 嗰个一个就系 Cranberry， 一个就系 Blueberry 啦，咁呢两个亦都系点讲咧？除了 Refresh 之外，其實是 最受歡迎的兩支啦，因為質地真的好像水咁薄啦，咁易於吸收啦，咁抗氧化嚟計咧個功效其實就是很廣啦。你抗氧化你講曬啦，其實就是抗衰老那邊咯，抗自由基啊，咁而佢裏邊咧就是很多款，可能10款至11款的那種果啊、莓啊。全天然的植物成分呢，高抗氧化的植物成分在里面的，咁所以呢我哋先前呢推介俾啲朋友呢，即都唔係话叫佢你两支都买晒佢啦，其实你揀一支其实你早晚都用得嘅，只不过佢呢两个嗰个果啊、莓啊嗰啲呢去区分到为可能呢一堆就放日头好啲，嗰一堆就放夜晚好啲啦，其实你拥有一支呢其实你早晚都用得，但呢一 set 我哋配埋俾你呢就俾晒日夜你啦，跟住呢就配一支呢薰衣草嘅卸妆奶啦，即是潔面奶啦，咁呢一支亦都係回購率好高嘅，咁 Lavanna 呢好多個 product 呢嗰個回購都係好犀利嘅，咁呢一支亦都係一個洋金谷卸妝以外佢都係一個回購率好高嘅一個洗面奶啦，佢就卸淡妝囉，咁同埋有啲人呢譬如日頭呢朝頭早洗面呢用佢都話好舒適嘅，咁其實早晚都用得啦，卸淡妝啦，朝頭早潔面啦，溫和啦，舒緩啦，保濕囉，同埋特別嚟緊呢開始轉季呢，有啲客會開始選用啲潤身返少少嘅洗面產品囉，同埋香啦，輕輕微微嘅薰衣草嗰個味道啦，咁而呢一個 set 呢就配支 BB 係咩呢，就係薰衣草舒敏保濕嗰個沐浴露啊，咁呢度提一提啦，咁佢嘅沐浴露呢其實就唔係即係落起泡劑嗰啲沐浴露嚟嘅，其實佢係有經過一個造化嘅過程而嚟嘅一個液體做嘅，即係其實就係同好似手工做番鹼嗰隻方法一樣，只不過佢呢一個係呈液體嘅狀態咯。咁所以咧嗰、那個保濕感啊、滋潤感咧，其實係應該強過一般嘅即係落起泡劑嗰種沐浴露嘅。大家可以試一下，譬如手腳比較容易乾燥啊，
或者容易譬如有少少皮肤会痕痒嗰啲咧，咁都可以你哋试咗佢个 B B 先咯。如果试咗 B B 中意嘅，咁我哋都有货装嘅。咁呢个50ml 嘅旅行啊、出差啊，其实都方便用咯。嗯，系啦，咁啊都系香咯，薰衣草香喷喷咁样。同埋咧，用嘅呢个薰衣草咧，如果你背脊有疮嘅话咧，都有少少帮助噶，可以生少啲暗疮。嗯，咁啊呢个 set 咧就系第一个 set 啦。咁其实而家咧，原价是607元啊嘛，其实而家折咗之后呢一个 set 咧系535元咯。其实我哋平均系800折。系啦，咁上下啦。咁其实好抵嘅，两个精华，一个洗面，洗面日夜都用得，加一个50ml装嘅一个沐浴露。嗯，咁就係一個 set 一。好啦，第二 set 咧就係細胞更新嗰個系列嘅。嗯。咁你哋聽到細胞更新咧，應該都知道我講邊支精華噶啦。嗯。我哋銷量最高嘅嗰支精華。賣得太誇張啦！即係斷嗰個快速度咧，真係好，呢兩支都快其實。嗯。但係 refresh 係最多人買嘅。係啦 ，refresh 同埋通。呢一 set 都係有兩個精華嘅，係啦。點解我哋會咁樣配呢？因為通常會比較多暗粒啊、暗瘡啊，或者有暗瘡印啊嗰啲客人咧，用完支 refresh 精華咧，都覺得很好好嘅，即係幫到佢嘅，出少啲暗瘡啊，或者啲印退得快啲啊，幫手退嗰啲暗粒嘅。咁但係咧，佢個保濕度咧就爭啲少少咯。咁所以咧，我就配埋個通啦。個通其實就是改善倦容啦，都有消炎的功效嘅，舒適的涼針針咁樣嘅。係啦，咁佢個保濕度就強過 refresh 嘅，咁所以佢咧先前咧好似有片講過噶啦，話咧咁樣配咧其實很好嘅。係啦，咁但係可能有啲客人咧就即係喺冇做折嘅時候咧就冇話兩支一齊買咯，比較貴啦。係啦，買一支呢、這個或者有啲咧就係粒粒冇咁多嘅，想做消炎啊買呢一個咯。咁而家今次做 set 咧就好係一個機會咧，你哋可以兩支一齊用咧。看看個效果是比一支用的時候是更加好咯。嗯，跟住咧呢個 set 咧就配了呢個乳酸洗面。嗯，呢支咧都有很多比較出得多瘡的客人用過咧嘅 feedback 都是好的。嗯，即係用完呢支洗面 gel 咧係生得少啲暗瘡嘅，同埋最緊要就是佢雖然是 gel 狀，但係佢唔乾嘅。嗯，佢個 pH 值係5.5嘅，同埋大支。系啦，呢、這個有成200ml 都用得幾耐。係啊，幾襟用嘅呢、這個。咁呢個就係愛嚟貨你即係潔面咯，妝就落唔到噶啦。你妝你另外可能譬如話攞卸妝水或者卸妝油啊，自己就即係卸咗妝先用呢個潔面咯。咁但係用後感係唔乾嘅。咁同埋咧，我哋而家呢一個 set 妝咧就配咗呢個鼻長炭呢個卸妝水，咁就好啱呢一個有暗瘡膚質嘅朋友去用嘅，去幫你排毒。啲嘢出嚟嘅，咁所以如果你之前冇试过嘅话咧，而家呢个卸妆配埋咧，咁你哋就可以试咗个功效，跟住先再谂买唔买货装咯。系啦，都系50ml嘅呢个。咁呢、這个set 二咧，咁原价就系626元啦，咁折完咧都系好抵啦，就系550元啦。就一个洁面啦，两个通咩两个精华啦，加一个咧卸妆水咧，就系嗰、那个炭嗰个卸妆水，好干净嘅呢个。咁你哋都可以咧，攞呢個卸完啦，攞呢個潔面啦，跟住就用埋佢嗰兩個精華咯，係啦。好啦，第三 set， 第三 set 係抗敏系列。嗯，抗敏系列。好啦，唔知咧敏感容易皮膚敏感嘅朋友咧，會唔會好煩惱啊？揀嗰個叫做嗰個防曬。哦、yeah. 因為有很多時用嗰啲，如果用化學防曬咧，就好易會敏感啦。係啦。因為化學防曬成分就真的比較容易致敏，而可能有機會你揀全物理防曬，又會很多市面上的都會比較可能焗身啊、厚身啊咁樣，咁亦都可能舒適度就爭啲咁樣。咁我哋呢一個 set 咧就配Lavenda 嗰支咧 SPF 15嘅防曬俾你哋，係全物理嘅啦。咁同埋咧，佢呢一個 SPF 15咧就好啱妝前用嘅。咁因為佢有嗰個叫做亞致嘅效果啊，可以幫你少少咧 T 字位會泛油嘅朋友就會比較亞致啲啦，冇咁出咁多油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用嘅防曬嚟。同埋佢個 base 係金盏花花水嚟㗎。系啦，所以好啱啲会易敏感嘅朋友咯。咁而支精华咧，我哋就配维 C 俾大家嘅。咁维他命 C 咧，其实就有好多功效
油啦，咁美白啦，跟住咧亦都可以咧刺激膠原蛋白嘅更新啦。咁而佢呢一個咧亦都係好好嘅，佢呢一支精華，佢裏邊咧除咗咧係有嗰、那個叫做鼠尾草嘅花水做 base 啦，蘆薈葉汁啦，咁當然佢有維他命 C 嘅成分喺裏邊啦，跟住有幾款油噶，佢有西蘭花籽油啊。有維伊啊、橙花嘅精油啊、天竺葵啊、薰衣草啊，同埋都有CO2 嘅玫瑰果嘅萃取嘅，咁所以其實有幾種嘅成分咧，都可以幫你少少嘅舒敏嘅作用喺度咯。啊，有個 point 咧，我特登 copy 出嚟想提嘅，我之前應該喺我哋個 blog 嗰度我有寫過噶啦，跟住呢個 point 我特登 copy 出嚟嘅，因為我覺得呢一個配搭係好好啊，所以我要。提一提大家，这个维 C 呢其实它里面有维 E 的成分的、其实维 C 加维 E 呢是一个很好的绝配的，为什么呢？因为维 C 这个成分呢就在细胞外面做保护，就帮你阻隔那些自由基、啊、那些东西的，就帮你可以刚才它不是说可以刺激胶原蛋白更新的，就在外面就做这件事啦，它亦都入面有埋維 E 的成分，其實維 E 咧就係做細胞入面的功效嘅，即係佢就幫你防止細胞氧化啦，跟住又防止嗰啲色斑去形成咯。咁、所以呢個 product 佢除咗係維 C， 佢入面仲加埋維 E 咧，即係你嘅細胞內外都有保護咯。咁好啦，呢一個 set 裏邊咧個潔面咧就正啦，就配咗個洋金谷嘅卸妝水俾大家嘅。呢、這個都係王牌產品嚟。係啊，咁好多客人咧都兩三支咁樣去補貨嘅。咁呢一個亦都温和啦，卸得乾淨啦，咁有保濕感啦，唔刺激啦，乾燥係啦，清香啦。咁呢一個就係呢一個 set 啦，唔會醃眼同埋。咁而佢今次咧，我哋呢一個 set 咧就配佢個 BB 版啦，即係大支加細支，即係呢個係200ml嘅，跟住呢個就50ml嘅，就俾埋支旅行裝你哋咯，呢一個 set。咁即是話一支防曬，一支維 C 精華，一支洋金谷嘅貨裝嘅200ml嘅卸妝，一支就係旅行裝嘅50ml嘅，四樣嘢。咁原價咧係616蚊，而家咧折實咗咧就542蚊，四樣嘢。好啦，最後一 set 啦。最後一隻你講啊，點講啊？呢兩隻你都有用。哦，咁佢咧嗰個名字就叫保濕系列。咁啊，講下啦，都係四個 product 啦。第一個 product 咧就係 Aqua， 即係佢 Lavenda 嘅 Aqua 嘅精華啦。Aqua 嘅精華咧，先前都有講過噶啦，佢裏邊咧有三個唔同分子大細嘅玻尿酸成分喺裏邊啦。咁咧就做。即係唔同皮膚嘅層次嘅嗰個叫做吸濕保濕嘅一個功效啦，咁所以呢、這個保濕嘅效果係做得好好嘅，而佢嘅呢一個精華嚟計咧，嗰、那個質地上邊咧係比起頭先講維 C 啊、cranberry 啊、blueberry 啊等等嘅精華都嚟得係有少少 texture 嘅，即係佢稍微有結啲啲嘅，但係吸收度亦都係快嘅。即係因為佢玻尿酸就係佢有2% 嘅個濃度嘅玻尿酸啦，跟住蘆薈做 base 啦、維 E 啦、乳酸啦、麥角藻都係麥角藻同埋海藻咧都係愛嚟做保濕嘅，佢都有呢一個兩個成分喺裏邊啦。咁而精油咧就係、是、尤加利同埋薄荷啦，咁所以搽上塊面嗰度咧就稍微有少少嗰個清涼感啦，舒緩感咁樣咯。咁呢個精華就推介。這個啱啲係好多客人咧，好中意有少少質感嘅精華，唔中有啲人咧係唔中意啲太水，即係覺得一搽上去吸曬冇咗嘢嘅。有啲客人係唔中意呢一個感覺嘅話咧，你就應該啱用呢個 Aqua 啦。咁而咧另外一支咧喺呢一個 set 裏邊嘅精華咧就係、是、It's Coffee Time 啦。咁呢一個精華咧就係、是叫做。緊致精華，咁佢就用嗰個咖啡因啦，同埋綠茶嘅成分咧，愛嚟做幫你去水腫啦，同埋緊致提升嗰方面嘅功效嘅。咁而咧，先前都應該有講過噶啦，佢咧有改良到個即係嗰個叫做樽啊。佢原本咧係呢啲泵泵樽嚟嘅，而家咧就變咗牙膏狀嘅，因為佢咧比起嗰個 Aqua 嚟計咧，再結身少少嘅，佢係有少少似 lotion 狀嘅，但係亦都係推開係易吸收嘅，只不過你擠出嚟嘅時候咧，佢就係米白色嘅 少少 lotion
的狀態，所以呢用這些樽就難一點崩起，所以就改了用那個叫做牙膏狀的那些樽啦。那這個來計啦，就是很推介大家呢，不止面部啦，連個眼周呢是重點地查多一點的，可以幫你做去到眼部的浮腫啊，還有黑眼圈啊等等的眼部問題咯。那這個也是一個我都幾喜歡用的Lavena 的一個精華咯。咁好啦，第三樣嘢咧就係、是、呢、這個都係王牌，其實係刺車谷，係咯，因為係咯 Lavena 嘅刺車谷嘅一個唇露啦。咁先前咧我哋好多片咧都有介紹咧啊for 濕疹皮膚啊、敏感皮膚啊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啦。但係其實咧佢都有佢自己咧嗰、那個叫做保濕嗰個功效㗎，保濕啦、舒緩啦嗰個功效嘅。咁同埋咧，其實可能有時。我哋唔係敏感皮膚，但係我個眼咧成日都乾乾澀澀啊。咁、我哋亦都可以重點攞呢個咧嚟敷嗰個眼周啊。咁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天然嘅護眼嘅一個唇露咯。咁而因為咧，其實市面上係好多 eye mask 嘅產品嘅啫嘛，唔算話好多咯。首先我哋鋪頭嚟講啦，我哋應該已經係冇 eye mask 呢一樣嘢噶啦嘛。咁所以我哋係好。建議客人如果很喜歡敷眼的話呢，就可以真的濕了個棉花，拿這個刺車谷花水來敷，它也有保濕的功效，除了有舒紋的功效之外，就是說除了可以用來做 daily 的 toner， 早晚噴面或者妝後噴面做頂妝這樣，你也可以用來濕濕個面可以用來敷眼睛。這個就是這個 set 裡面的第三個 product 啦。接著第四樣東西，今次就是配這個呢，我們未翻貨妝添啊。咁咧就係、是、骨子 citrus 嘅沐浴露啦，咁同頭先第一 set 嘅薰衣草嗰個沐浴露一樣啦，佢都係用一個要皂化嘅即係個方法嚟做呢個沐浴露嘅，所以亦都係啦，稍微咧就比起普通嘅可能洛喜寶姬嘅沐浴露嚟計咧，就會比較有滋潤度啲啦，咁而亦都係啱咧，可能而家就嚟踏入咧。有機會，其實我哋天氣上都仲係熱啦，但係嗰、那個你覺得你感覺到咧，即係個皮膚開始有少少咧，同先前嗰幾個禮拜有啲唔同噶啦，即係都涼涼地噶啦。而家夜晚好似得翻26、27度左右嗰陣，但係好似即係你會覺得啊乾啊開始會咁樣啦。咁當然啦，可能呢個狀況係十月打後會再明顯。而你亦都可以咧啊，試下用佢呢一個 citrus 味道嘅一個沐浴露啦，睇下會唔會啊對你嘅手腳啊，或者譬如話痕癢方面咧係有幫助啦。咁味道都係好清新啦，即係天然嘅骨子嘅味道咯。咁呢個就係 set 4啦。咁 set 4嚟計咧，個原價就係637蚊，折實咗咧就係560蚊。即係其實平均咧，每一 set 都係500幾蚊咯。500零蚊就四樣嘢啦。係啦，咁咧就好啱咧，先。即係精華嘅話咧，就好啱，即係喺呢個時候就補貨啦，又係，即係係咯，你打孖嚟買就已經有一個八八折啦，咁好少，八八折都幾多噶啦，係啊，好少，因為本身佢單價唔高啊嘛，咁所以做八八折咧，其實好抵賣嘅，咁大家就快啲考慮一下啦，我哋做幾耐啊呢個？我哋9月1日做到9月20日，咁如果中間有啲。產品有機會有斷貨情況噶嘛嘅話咧，就要 pre-order 噶啦。咁我到時收到 order 咧，我就會再通知翻大家嘅。咁就可能要等一等啦。因為其實嗰個我最驚係咩呢？最驚係個 refresh 同個通嘅啫。即係呢兩個好誇張嘅。咁啊，係啦，今次就係咁多啦。我哋就介紹 Lavena 嘅一個優惠 set 咁樣咯。咁啊，你哋有興趣嘅咧，就去 website 嗰度落單啦。好啦，拜拜，拜拜。